中国书画拍卖行情依然在调整，现在是否是比较合适的入手时机呢？我们以今年春拍中国近现代书画前十名榜单来做个参考。第十名，吴冠中松魂3680万，北京永乐。第九名，齐白石蔬果花鸟石开册页3910万，北京荣宝。第八名，黄胄殿堂级巨制驯马图4083万，北京保利。第七名，傅抱石屈原像郭沫若题跋4462万，北京保利。第六名，傅抱石韶山关公桥4773万，广州华谊国际。第五名，张大千自画像与黑虎4790万，香港苏富比。第四名，李可染1989年逝世当年生命中最后辉煌的作品巍巍万重山4830万，北京保利。第三名，张大千巨幅黄山七松通景双屏，单屏尺寸就超27平尺，5578万，华谊国际北京。第二名，张大千最大尺幅的荷花，横足有3米7，纵1米4，7648万，上海嘉禾。第一名，张大千1967年巅峰泼彩之作《避风古寺》1.73亿，成为艺术家第二贵作品，佳士得香港。吉祥画院每晚8点策划直播，与您不见不散。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